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23号在江西赣州成立，集团公司由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、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建而成，将聚焦稀土的科技研发、勘探开发、精深加工、下游应用等业务。